发现其他垃圾问题吗？酒瓶那些，酒瓶的垃圾就是那个，因为我们那个附近有一个那个，真的是，冰妹，那是那个冰啊什么的有没有？晚上会带凉品出去喝，垃圾不带走了，垃圾不带走是我们很困扰的地方。对啊。所以。抽烟啊，烟蒂抽烟那些有的都很多啊。那五六，问下去，小心一点哦。那有哪些是小学生可以帮忙的？小学生啊，就变成小学生不要在草坪上，因为那个草坪上有没有烟灰很大，大家要维持干净啊。小学生有时候是，好，那请问一下，就是所以，里长是建议我们就希望小学生可以帮忙宣导，不要践踏草坪这件事情。那如果对，如果我们宣导的，是，因为旁边坐很多大人嘛，熟。是，那所以好，那我们会我们老师会再带孩子去讨论，就是如何宣导的这个部分。对，好。宣导。